老师，我们接下来微微笑生活课语哦。今天我要教的是你我他的客家话哦，很难哦，很难哦，认真听哦。你呢，客家话是说你，我呢叫做矮，他呢给，所以你我他你矮给，哈哈，很难吧？好，再来哦，你的我的他的哦。你的叫做娘，嘿嘿嘿，再来哟，娘，这是 your 你的。那我的呢？矮，就是我的矮。那他的呢？不叫做矮，叫做矮。哇，好恐怖哦！所以你的、我的、他的，来，一起来，娘，矮，那他的、我的、你的呢？矮，哈哈，头昏了哈。下一句话咯，他的话信不得。诶，客家话怎么说？来，到底是哪一个？他的话矮发信的，矮发信的，信的就是信不得的意思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爱吹牛。怎么说呢？矮懂碰逢，矮就是他，几懂碰逢，碰起来，所以碰逢就是指很爱吹牛的意思。他说话说的天花乱坠，怎么说呢？几讲到有数有脚，有数就是有手，有脚就是有脚，讲到有手有脚，很夸大的形容，什么都没有，讲到手脚都跑出来了，讲到有数有脚，这样知道了。嘿，应客喜相逢。接下来徐瑞老师要来教吹牛大王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碰逢闲内，碰逢闲内，碰逢就是很碰风啦，吹牛嘛，仙哎，就是已经讲吹牛的话，讲到成仙啦。碰逢闲哎，碰逢闲哎，再来我们看太捞哎，意思是指什么呢？老千，大骗子的意思啊。英文怎么说？英文叫做 con man。con 这个字是来自英文的 confidence。Confidence 就是人的信心。那我们说金光党老千呢，他就是要赢得你的 confidence， 赢得你的信心哦。所以 confidence man 就变成赢得信心的人，后来就叫做 con man 老千。会了吗？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OK， 接下来呢，许慧老师要跟大家借嘴巴了，来跟我念哦。你我他，你矮矮，你我他，你的我的他的，来哟。娘矮矮矮，他的话信不得哦。矮发信的，很好，他很爱吹牛哦。你懂碰逢，很好。再来哦，我们说他说话天花乱坠，几公都有数有脚。吹牛大王怎么说？碰逢闲哎，大骗子，太捞哎 ，con man， 还记得吗？好，今天就学到这里咯，安之 C， 心梦一，再见咯，拜拜。